经过网友的指点，我终于知道给盲盒们取什么名字了。首先，黄毛弟弟不仅有橘猫爸爸的橙色脸蛋，还有接近妈妈金渐层的皮肤，所以我们就叫它程咬金。然后三花妹妹不仅继承了金渐层妈妈的美貌，还有花花的皮肤，于是我们就叫它金银花。最后这只梨花脸弟弟是只梨花猫，但也是串了金渐层的基因，所以大家就叫它高渐梨。喜欢吗，渐梨？哦对了，要不你们也把我这六只也取个名字呗。你是谁啊，这么凶狠。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